那下一个我来说吧，下一个我们来说说邱指导吧，邱一可指导。嗯，这儿，那个，你觉得邱导帅吗？帅，但是中年帅，稍微有点发福。啊，那你觉得邱导什么时候最帅？打球的时候最帅。对了，邱导2003年的时候是他最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一战成名赢了博尔，那个时候是最帅的时候。哇哇哦！现在也很帅。邱导呢，其实是我们女孩的一个开心果，对吧？他也经常给我们起外号。对，经常给我们起外号。比如呢，我就叫佟丽娅。小猪呢？我叫诸葛亮。孙颖莎呢？沙宝亮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特点，就给水果也会起名字。对，他不仅给人起外号，他给水果也爱起外号。对，比如葡萄，比如他管葡萄叫 C 罗。哈密瓜，哈密瓜叫波特。西瓜叫太郎。哎，如果大家都不笑，我们解释一下。葡萄叫 C 罗是因为 C 罗在葡萄牙。然后哈密瓜叫波特，因为叫哈利波特。哈利波特。然后西瓜叫太郎，因为西瓜是西瓜太郎。哎，张瑞怎么又不像张瑞？